学上好像稍微放慢速度了哦。嗯，其实 Howard 的出手并不算不好，所以他现在应该就是要去抓到他的手感。好 ，Big Three 没有进，现在进入到弧顶位置，他进弧顶，拿下了这个球，五分，拿下六分，七分，刘，刘弧顶最准了，九分。十二，刚刚那个球是一球三分的。关键的第四面，好，他在左边四十五角放 money ball， 一球两分。最后一个球，啊，差一点，最后一个点。哇！好，时间结束，最后并没有把球给投完的哈，然后则是十四分，所以霍华德挑战了，最后也是大挑战，可以运的球。喝个水，吃个汉堡，再吃个薯条，再把球出手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手的速度很重要，因为你的速度改变，节奏改变，就会影响到你的命中率。好，接下来是 Superman 霍华德，万众瞩目。对。OK， Howard 呢把他的 money ball 摆在第四个点，本季的三分球命中率呢是26.8%， 不过 FIBA 的这个三分球线跟 NBA 是不太一样。嗯，看看 Howard， 开始了他的投篮。22分才是他的门槛，他必须要来超过李奇伟。差一点点。Howard 首次来参加这样的三分球大赛，真的是很大的挑战。感觉上好像稍微放慢速度了哦。嗯，其实 Howard 的出手并不算不好。所以他现在应该就是要去抓到他的手感。好 ，Big Three 没有进，现在进入到弧顶位置，他进弧顶，拿下了这个球，五分，拿下六分，七分，刘，刘弧顶最准了，九分。十二，刚刚那个球是一球三分的。关键的第四面，好，他在左边四十五角放 money ball， 一球两分。最后一个球，啊，差一点，最后一个点。哇！好，时间结束，所以最后并没有把球给投完的哈，然后则是十四分，所以霍华德挑战了，最后也是大挑战。我想大家应该心里是应该有一些准备了。好，马上是我们要来对，因为 Howard 我觉得他就是，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呢，想要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了。最后晋级，好，那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呢，待会的进入到第二轮的选手呢，分别是台中太阳的卢冠轩，另外还有台啤英雄的李奇伟。那新北中信特工的谢雅轩，那另外还有高雄全家海神的余焕颖。Challenge the three-point contest. Did you do any special training for today's game? Oh yeah, I shot a lot, but you know I'm missing tonight. But it's okay. I'm glad to be here. Glad that all the fans here in Taiwan came out to support our league, and I was just happy to have all you guys. Love you guys. Thank you so much. 对，那确实是第一次三分球大赛，对，那很开心可以在台湾这边完成这一个赛事，对，谢谢大家对他的支持。对。Are you satisfied with today's performance? Say it again.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oday's performance? Well, I could have did better, but it's okay. I'm just happy to be in this shootout with the rest of these guys. They shot amazing. So now I want to cheer my teammate on and hopefully he wins.对，那他们真的都很准啊，那很开心，今天可以完成这个赛事，那他就在场边帮大家加油。对，是的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再次掌声给 Dwight Howard。好，霍华德遭到淘汰了，哇，真的是超级精彩的。希望欧尼尔不要 diss， 好不好？因为他还赢了两个本土球员，不要这样，不讲谁了。那最后呢，进入到决赛的分别是卢冠轩、李奇伟，然后还有谢雅轩以及余焕颖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，球馆的来欣赏 T1 明星赛第一个项目的三分球大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最后进入到决赛的就是左边的这四位选手，分别是海神的余焕颖27分，中信特工谢雅轩雅喵26分，台中太阳卢冠轩23分，还有台啤英雄的李奇伟22分。那右边这四位啊，包含了其实成绩也不错的卢杰敏都遭到淘汰，20分被淘汰。你也可以了解到，其实在这一次的参赛者的名单，平均的实力真的是非常的高。才会再进行这个三。